露营车提供电源，从引擎室进入到室内安装工程。名为 DN1500/1500瓦 UXC 太阳能露营专用，麻烦骇客线，保险丝100A 保险丝座，分装开关，大管开始网。请师傅把4K 或6K 的线穿入弹管，然后再做个保险丝进入车内，线从中间穿过去弄一下，从那边出来，电池设计在中间，出来以后再经过拉机棒过来到这边，线头留着，因为我们还要做开关跟保险丝。Inverter 锁在后面，安装的过程都差不多，最后结束我们会两个，然后把 Inverter 送上到你的车上，所以我们直接拍结束的画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结束了，来，12伏特正极进来的地方做一个快拆，125A， 12伏的电进来的地方，我们再做一个100A 的保险丝。重点就是除了隔离器，你有第二个选择，切下去跟前面并联充电，断开到目的地隔绝开来，再来正负极的盖子。容量显示180A 的安德森接头给我们的转换器，12伏特变110/1500瓦，做一个快插使用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移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